腾讯体育10月3日讯，北京时间10月3日0时55分， 2018-19 赛季欧冠小组赛第二轮，尤文图斯坐镇安联竞技场，3-0战胜博尔尼年轻人， C 罗斯亦被禁赛，迪巴拉完成帽子戏法，帮助尤文完成9连胜，卡马拉染红离场。欧冠皇马三中门框0-1负中央陆军，连续三场不胜 GIF， 迪巴拉弹射破门四两拨千斤， C 罗乔治赖一同看台观战比赛亮点精彩回顾。第二分钟，迪巴拉禁区外右脚低射被后卫挡出。第五分钟，博努奇中场长传，卡马拉冒顶，禁区中路无人盯防的迪巴拉右脚顺势挑射破门，1-0。第12分钟，苏莱曼尼突入禁区盘获出击的什琴斯尼后底线横传，加布里赖左在马图伊迪的盯防下错过落点。第15分钟，桑德罗左路斜横传，贝尔纳戴斯基禁区前左脚低射，被冯巴尔莫斯飞身封出。第16分钟，夸德拉多禁区右内右脚爆射高出。第19分钟，尤文流畅进攻，迪巴拉回转，皮亚尼奇长传，贝尔纳戴斯基左路横传，迪巴拉禁区中路左脚推射，被冯巴尔莫斯没收。第24分钟，贝尔托内登帕曼朱基奇被黄牌警告。第33分钟，夸德拉多左路横传，马图伊迪禁区弧左脚劲射，被冯巴尔莫斯封出，迪巴拉左脚补射破门，2-0。第41分钟，萨诺戈争强头球时冲撞皮亚尼奇，被黄牌警告。第43分钟，贝尔纳戴斯基主罚禁区前中路任意球左脚劲射高出。第48分钟，尤文快速反击，贝尔纳戴斯基犀利直塞，禁区右内无人盯防的迪巴拉右脚低射被门柱挡出，迪巴拉的球小角度再射，被冯巴尔莫斯挡出。第52分钟，迪巴拉回转失误，不理了所断球之后远射高出。第55分钟，迪巴拉主罚左侧角球，后卫头球解围不远，皮亚尼奇劲射被冯巴尔莫斯没收。第61分钟，卡罗禁区前右脚低射，被后卫挡出底线。第63分钟，巴斯纳赫特小禁区转身扫射偏出。第69分钟，桑德罗左路横传，麦朱基奇顺势挑传，禁区右内无人盯防的夸德拉多无私横传，迪巴拉小禁区铲射破门，3-0。第75分钟，卡马拉踩踏麦朱基奇被黄牌警告。第78分钟，卡马拉肘击迪巴拉吃的第二张黄牌，染红离场。技术统计，尤文次一控球率达到 60%， 17次射门8次射正打入3球，年轻人6次射门1次射正，迪巴拉7次射门5次射正打入1球，位居全场之首。此外，迪巴拉73次触球，自14次成功传球，传球成功率达到 88%。 争议解读词一，主裁判做出两次误判，一次是冯贝尔根禁区内拆倒迪巴拉，主裁判并未判罚点球；另一次则是瓦罗双脚被铲巴尔扎利，主裁判甚至没有出示黄牌。出场阵容：尤文图斯 3-4-4 门将1什琴斯尼，后卫4贝纳蒂亚，19博努奇，15巴尔扎利中场，12桑德罗，5皮亚尼奇70分钟，6赫迪拉，14马图斯第46分钟，23埃姆雷詹，16夸德拉多前锋，33贝尔纳戴斯基，17曼朱基奇78分钟，18基恩，10迪巴拉博尔尼年轻人 4-5-1 门将，26冯巴尔莫斯后卫，19希克冯贝尔根，4卡马拉，23贝尼托中场，16法斯纳赫特，70分钟，17埃萨莱，8加布里雷索，35萨诺戈，46分钟，30劳普，6贝尔托内，7苏莱曼尼，70分钟，13恩加马勒前锋，99瓦罗，主裁判恰拉塞夫俄罗斯奥拜尔。